24位马来西亚雪龙刺激职工走入昆城华小二校为东非三国募款。我们也会通过这样影片，然后我们的诉说给他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也有黑暗的一角，制造这个因缘给孩子去发挥他们自己的爱心。没有衣服穿，非常糟糕的非洲。我感到好像很幸福这样，因为我有家住，我有很健康的身体，他们可怜。启发孩子善心，超过1000人响应送爱到东非。有同学一改存钱的目标，让储蓄发挥助人的价值。我目标也没有什么重要啊，因为我只是想要好像买给自己一个电话罢了。但是这些人比较重要，所以可以帮助他们好过买自己一个电话。帮助到他们什么？玩具、房子，还有食物。助人为快乐之本嘛。所以也可以让学生发挥这份爱心，所以让他们知道有这种兴趣，时常让他们知道，他们也懂得去珍惜关心其他的人。教育孩子知福惜福，昆城华小二校师生发挥助人的力量。大爱新闻林静兰、罗国聪、陈映渠马来西亚报道。